姐妹们，低卡博士的月饼来了，应该找不到比他家热量还低的了吧？这个是紫薯的蛋黄肉松、玫瑰乳酪、芋泥奇亚籽。低卡博士的这个月饼是没有用白面粉的，它用的是一个全麦粉，然后藜麦粉，然后青稞粉做的，外皮也是这种酥酥脆脆的。竹石糕点的味道和口感，热量做的特别优秀。它这个里面是真实的玫瑰的花瓣哦，你看，玫瑰味很突出。好好吃啊，没有蔗糖的配料表很干净。芋泥奇亚籽，里面有奇亚籽，咯吱咯吱的，味道都不是那种齁甜的那种哈。低卡博士家的东西都是以健康为主，热量真的很理想了。你别说，它这馅做的还挺像那种莲蓉的那种感觉。很饱腹。很扎实。看着干，吃在嘴里也是特别酥的那种，很好吞咽。哇。肉丝感的肉松和蛋黄打碎的。没有那么的咸，紫薯，哇，他家这月饼好好吃啊。就你别看它小小的一个，很扎实很饱腹的，直接是紫薯打碎了，你看是那种稠稠的会粘牙的那种感觉，内馅都特别浓郁。它这外皮特别好吃，有点像他家之前卖的那个和饼，外皮脆脆的。好吃，姐妹们，真的。而且它这次价格我觉得还挺合适，没有之前那么贵了。就对配料表有要求的，然后想吃这种比较健康一点的，真的低卡博士真的可能首选。超好吃，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迷惑，你觉得它长得丑丑的肯定不怎么好吃，但真的特别的好吃，又健康又好吃的那种。